海坦复建军国际级。南方选手龙飞来自广西代表队，南方选手高上海来自海南代表队。场上将要进行的是75步进级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，第一局比赛开始。红方好地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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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结果，掌声。男子75公斤级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最终比赛结果，蓝方海南拳手高畅海2-0获胜。